那天那个大年三十，你跨过了吗？跨过了，大年跨过了。对，还吃得下不回去，都是爸爸妈妈。我吃了两个包子。啊、嗯，还挺好吃。还要我特意送他回去？你们不是住在一个吗？后面跟着。哎，你们，你不也，你父母不也住在长征吗？他父母，你们父母住在长征是吧？啊，对对对对。在那还要什么送啊？你们俩不都没有？那天不是吃饭的地方，然后他们都去参加年会完了，他找不到他师傅。你把他送到了长征宾馆，然后我又回到那个酒店，然后又回到长征宾馆。那不就一趟不就好了吗？你不聪明啊？他妈妈挺可爱的，嗯，吃了他妈妈的菜吗？吃了，甜酒的。你跟你妈妈说，说每天再做一次呗。对呀，哇，对呀，都没时间，我天天拍。他现在还给你送来了，做。妈妈真是好。你是谁？你还不知足？知足，他挺知足的。